《黄花经》呢，在文殊答问序里面，从文殊与弥勒之下，一直到八王时，那么我们会把经文的玄义加以阐述。第一，如来为了三净法门，所以呢说《法华经》。哪三净呢？在《法华》之前，为了清净九十六种外道，说五戒十善，那么这个能净三途啊，这是属于人天的二乘，那么在法华里面看不到。不过呢，现在的天龙八部其实就是这个法门五戒十善的结果。其次，如来为了净化三界二十五有，故说四谛十二因缘以净三界。三界就是欲色无色。那么净化三界呢，非此四谛十二因缘不可。所以为净三界说四谛十二因缘。那么如来为净化二乘，不单着于那个完空自度，那么退大首小，那么为了令一切二乘毁心向大，故说方等一乘以净中小二乘。所以如来为说法华经，故说三净法门。以此之故，要令一切天人那么会三归一，故有三因法门。所以如来说三因法门，故说法华经。如来出世之时，进法华之前啊，最第一种第一眼，就是如来出世之时以及说法华一会之前呢，因为引九十六种外道及在家众生归五乘法，故说三因法门，第一因法门。这里所说的第一因就是五乘法门，第二因则因五乘之意同归一乘之同，即法华第一段的本意。五乘是人天二乘加出世间的三乘，是故因五乘之意归一乘之同。那么这个同意呢，就是第二引，引意归同。第三引法门呢，引一乘的因归法身之果。这一段乃是法华后半的根本旨意。这三引法门呢，可以说是无教不收，理无不摄，所以为引三乘归于一乘，以三乘之意回归一乘之同。所以
为说《法华经》，故说三因法门。那么所说的《法华经》，就是具有全十二字，如来的根本字，就是十字。那么三乘的一切字跟道种字呢？这是全字。那么如来把全字呢，引入十字，这是说《法华经》的第一根本意思。而根本字呢，所以转色末归本，根本法轮。这是三世诸佛出世的一大事因缘，就是说一乘之道，此其一。其二，今欲说根本法轮，名常住之国，但是以国未满，所以故说此经。所以三乘是半字教，而本经《法华经》是满字教，所以我说欲明全十二字，故说《法华经》。而本经的表面，但名言因成佛，未名正因。表面上看，因还未满。那么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正因的佛性。言因就是菩萨佛子行道矣，来世得作佛。此经深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所以是正因佛性，即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但未明全实啊，那么对于言因佛性呢，也就是缘起实德。那么菩萨在当佛子行道的时候，就能缘起清净阿赖耶，能够缘起如来藏，能够缘起实德，深证真如缘起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是缘因佛性的根本。所以呢，明道因道果都是具足。那若一切众生的正因佛性本来是佛，若没有缘因佛性，而没有办法体验啊佛性的缘起实德，未明全十二字，所以说《法华经》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声明本经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那就是正因佛性。说一切佛子呢，佛子行道以来世者的作佛，这是缘起实德。所以这缘因佛性呢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佛子若在行道中不能深明洞彻佛性的缘起实德，例如发明如来藏清净，发明真如本来具足，本来清净，而真如的本体就是不生不灭，那这样的缘起实德呢，是在行道的时候就能深入法性而体会自在。所以一切众生既有佛性，则假万行以为一圣，就是缘因。所以呢，因也是具足的。那么文殊答问这一段呢，声明开机就开净机
以为仙缘，仙本妙以为常住，所以也是果因具足而究竟。所以表《法华经》呢，是既因既果，犹如莲花，如莲花开始，花上即结果。那么花开的时候已经是果了。那么形成的花呢，就是花落地结而果现，就花落了才结果。本经不然，本经则因果具足，就是当体会法华的时候呢，那么缘熟的时候呢，刹那闻之即得究竟。刹那闻之是多久呢？也不一定啊。如法华经说时五十个小节，那么其实呢也可以说未如实情。那未如实情也就是刹那闻之即得究竟。其中的实境历经五十个小节，而人间实为八年，那么这个这是前智跟实智的根本。前智则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八年，什么是五十个小节。如在这个宝塔品里面呢，那么菩萨礼佛呢，其实所经的时间呢为五十个小节。那要洞明这一个旨意呢，当然就是正因佛性跟缘因善性的根本的体会。那这个体会不就是因中带果，那果追溯到因。当明因的时候果就记住了，当明缘起实得的缘因善性，那么正因的佛性是当下，悟时恰恰有，迷时恰恰无。所以呢，以明前十二字故说法华经。如是啊，释迦佛这样的阐释呢说法华经。那过去呢，文殊在回答弥勒的时候也阐明了过去两万劫日月灯明佛，也是为令一切众生明究竟明了之意，故开前十二字，又为引这个人天二乘中小二乘归入真实一乘，说三净法门。那么为引三乘五乘三乘归于一佛乘，那以五乘三乘为一，一乘为同，说三引法门。那么过去两万尊日月灯明佛如此，现在的释迦佛以两万 日月灯明佛为本，那么今天法华会上为基，那么也是开前十二字。所以啊，就前说一个意为无量意，也就是修一空法，这个空法为无相，无相不相名为实相，所以修一法，修这个空法，那么空法一意具足无量意。那么今天说法华经呢，就是为把无量意归于一佛成意。若还是无量意，那还是花中没有果。现在
为无量义归于一义，故说《法华经》。表无量义的本身的花，本身就是带着法华的果，故说《法华经》。那么无量义在归入法华，一个义就是实相，那表无量不可得，只有一。所以呢，以是之故，过去两万尊日月灯明佛在显说法华的密义之前，先说无量义经，那么未说大乘法，为菩萨呢，这个开一法门得无量义。那么过去的两万尊日月灯明佛也都是先说无量义经，然后再入无量义出三昧。那么初定以后呢，这最后一尊的第两万尊的日月灯明佛呢，就会妙光菩萨开示法华经。那么今天呢，释迦佛还在这一个在文殊的这个答问序里面，那释迦牟尼还在这一个无量义出三昧，那么必待文殊答问与弥勒，那弥勒疑问尽尽呢，那释迦佛方从无量义出三昧而出定。这表呢，法华经的前序，说法说无量义经，然后入于无量义出三昧，这是开发序，也就是有这个开发的起点，有这样的提点，才有后来释迦佛在方便品里面从无量处义出三昧而出定。那不同的是，过去两万尊日月灯明佛呢，因妙光菩萨而说法华经。那么今天呢，释迦佛从定而出呢，为舍利佛声闻智慧第一舍利佛而说法华经，开口遍体舍利子。而舍利子呢，就是以俗义来说，就是佛身舍利，必须要涅槃以后呢，焚化金刚身，方有舍利之意。那今天呢，文殊菩萨是过去两万尊日月灯明佛妙法莲华经的遗教掌持者，那如是舍利佛呢，他也是过去无量诸佛的声闻密义的总持者，甚至密义代表佛的正报的报身，以及他的遗身，而遗身就是遗教。那并不是说现在的舍利佛呢，他就具足了佛的舍利，而是说他从名义表法发，所以为什么一万两千声闻别人不着，第一开口就为舍利佛说呢？是因为他是身子，身子表如来身，以如来身故说如来义，为舍利子跟一切众生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而今天呢，不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，今天为了明华严基于法华呢，同名一因一果，因果具足，教满理缘，无余究竟，有方便善巧缘起之不同，
所以不说《法华经》。也就是说，说《法华经》呢，是为了收拾华严的根本，而显现法华的迹象。那法华的迹象，素本就是华严，所以啊，不说《法华之经》。那么，所谓日月灯明佛呢，就是如来具有三大智。那么如来智呢，一就是一切种智，二呢就是有如所有智，以及尽所有智。那么这个都包括在一切种智里面，而如来有三智达德。那如来的三智呢，就以日月灯明而为之表现。日月灯明就是如来的全十二智，它的十智呢，就是一切种智、萨婆若海。而法华会上所有的学者，八万个法身大士，一万两千的声闻，就为学之道，就是契入这一个如来的一切种子。那现在呢，日月灯明佛就表示了这个一切种子。所以呢，故说如实实相的法华经。在密勒语下这一句呢，文殊师利与弥勒菩萨下所说的善男子等如我为存金佛世尊一说大法，有主要四个根本：于大法语，二吹大法罗，三集大法鼓，四演大法义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于大法语呢，就是声闻缘觉一向不懂得作佛，那么使得心地上没有法水的滋润，也就是说心地枯槁，不起佛种。不起佛种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能信作佛，或者不自信作佛。那么与大法语呢，将要以无上的甘露滋润一切恶乘的这个败种，令一切恶乘的受记得作佛。而受记得作佛，就是吹大法罗。